心。我知道在去年还是前年，你拍《杀手豪》的时候，LA 洛杉矶的市长特别立了一个成龙日子。9月2号。9月2号是1979年。七八年的时候。80。1980年的时候，你对于上次你能够得到这个荣誉，你有什么样的感觉？能不能把你的感想讲一下，给朋友们知道？来的也很突然，我在酒店忽然间有一个人上来跟我讲了市长，我说什么市长给我一个成龙日，啊几时9月2号，那我就到那个 Chinatown 那边去，中国城，对，好多人，啊好多人，那会不会很激动？哎，很开心，很开心，就激发我更要为，我感觉一个中国人而可以在外国受到那么多人的尊重，还有一个奖给我了，那我激发我会更为中国人努力，为中国人做多一点事情，希望不单只可以得到成龙日，或希望再能得到多一点的奖，都是在外国可以拿到的。我们晓得成龙呢，他现在自己也在当导演。你现在从一个演员，那么进入做导演，你能不能再把你这个感受谈一下？我觉得我不是一个好导演。你不要客气。我正在学习。当然，对武打方面我很了解，我对很多，所以我不能。导演我不能导那种文艺片、哎，可能我导出来会给观众嘎嘎嘎嘎在笑，哭不出来，所以我就是导一点动作上面跟喜剧方面，比较没有那么高深，就是高深观众会一看就懂，不会想会得奖的那种戏。如果我也想拍一种得奖的戏，但是我还没到那个程度，我还在学习，希望有一天能给人家说你导演的戏真的是，哎呀，很有感情啊，真的是把味道都拍出来了，可以拿个奖，那我很开心，不管他卖不卖座。对，而且我们知道你拍的戏啊，大部分都是属于这种明初啊，还有古装的，你好像很少演一些时装电影。对，你为什么不去尝试拍时装电影？我换句话就是说，像文艺片啊，对文艺片那种，公司方面，我也想过拍时装片，公司方面呢，因为明初的戏呢比较那个浮一点，不是浮地方啊，地方戏就是各国版权 可以卖到 South America 啊，可以卖很多地方，所以呢公司叫我开都是开明初也第一有把握赚钱了，第二所有外国市场我都去，人家都要。好的，我们现在已经听了成龙跟我们讲了这么多他心里面的感受，我想问一下你过年的时候要在哪里过啊？过年呢，我会回澳洲去过年，因为很多年没有跟妈妈拜年，而今年呢我刚刚拍戏也拍完了，戏也快上了，一上了我有个空闲呢，我回去或者一个礼拜或者两个礼拜啊，那跟妈妈拜拜年呢，跟妈妈在一起，在一起吃团圆饭，吃个团圆饭，就这样子啦。我相信朋友们您都知道啊，成龙也是一个孝子啊，很孝顺，想孝顺但是很难，时间上方面我想跟妈妈多在一起啊，或者很难，我东走西走，妈妈到台湾2天看我拍龙少爷，看我鼻子一打破她就哭晕了，我第二天马上送她回澳洲，她不能看我拍戏，她不能看我给人家打，不能看我做危险动作，她就很难跟她在一起。对父母看我熬夜就马上叫我睡，那有妈妈在旁边我很难做事情，很多危险要做的时候一看爸爸妈妈，那我就不做了，明天再拍吧，明天等爸爸跟妈妈没有来我才拍，拍完以后等他来我再拍吻戏，那天刚巧就拍一个打，那个人不小心当一拳在中影片场鼻子打破了，我没有事，我就哎呀破了，我妈哭晕了，
我马上送他回去。从这一点呢，我们就可以知道成龙的确是很孝顺。我也刚刚从一些你的经理人他们给我的内幕消息，听说你的爸爸妈妈很急的希望你结婚，带个老婆回家去澳洲过年。对。你可不可以告诉朋友们，你这个什么时候打算结婚？当两一年多前开始。就差不多，我妈妈每次跟妈妈通电话，妈妈说，结婚了，结婚了，就老是催我结婚的，因为我妈妈现在66了，我说我还年轻，我还要做，结婚了，我要看你，看你抱孙子啊，怎么样？不管怎么样，你东南亚的女孩子都可以，不要娶外国人，不要娶外国人。我说好好好好。那就是现在还没有对象，就是现在还没对象。那你过年到哪去呢？我过年我去美国跟我们家里人团圆。你不去美国，你到澳洲好了。谢谢成龙今天接受我们的访问。那么最后跟大家拜一个年，恭喜大家龙马精神，万事如意，万事如意。谢谢，谢谢。